姐姐从冰箱拿出了很奇怪的一颗冰球，这是她把水装在气球里面冰冻，然后不知道干嘛。我们来看一下她要干嘛好有了，没有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要怎爸么爸，去玩啊？我玩完这一子之后，我得到大师球，这是我没有用的大师球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很棒，你很棒，你是我大没有师。用到大师球，就可以了吧？好。哦，你用气球做冰球啊？来吧，啊？我把多次举手画十宝可梦给放进去冰球里面了。好好，很棒。我比的这个是这个纸，不是好，这个纸。好，看一下。哇，哎，天哪，好漂亮哦！这个可以用来敲，然后里面就会有东西。是哦，我记得姐姐在这好里面冰买，哦，姐姐救命啊，好冰哦！我记得姐姐在这里面买了化石翼龙。看得出来啊，姐姐在这里面买了化石翼龙，对啊，是对啊，我借姐姐的。是哦，哇，好哦，这个，这个没有给你敲，你要敲哦？给你敲当化学家，没有，我是，他只是要观察而已吧，他没有要敲吧？哦，酷哦，姐姐，这个敲怎么样？没有要敲开吗？有啊。敲开哦，啊，敲吧。姐姐现在把它敲开。这个冰球一下就可以砸死蚂蚁，也可以冰死蚂蚁哦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去用蚂蚁。来，我们看姐姐。姐姐现在要把化石翼龙把它敲出来。我的化石翼龙要被敲出来了，化石解脱，对不对？姐姐你要小心，不要滑倒，最后刺到自己哦。因为这个冰球是很硬的哦。啊，算了，还是别。有切过冰球，你今天已经用一个。是哦，啊，你要不要融化？再拿出来就好了，你要用敲的哦。用敲才有感觉啊。是哦，那你不是有锤子？你用锤子敲它就好了。啊，姐姐已经找到锤子了。好吗？开灯。好，可以了，开灯了。你用尖的去敲嘞。哦，真的哦。感觉很难敲哎。要敲这个很好敲的，我都把冰球敲破裂成一半一半的了。是啊、哦，我的化石翼龙应该没问题吧？嗯。姐姐，你不要把我的化石翼龙挖白哦！废话。这是我的化石翼龙玩具。好。你又说让我很急。加油，姐姐。你都没看到我在玩。你看这里露出来的，姐姐现在已经敲出一点点角了，好，加油加油！我觉得它是融化的关系。没有。好了，你继续加油。姐姐敲裂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敲裂也好啊，这样比较快拿。